种，他找到那种多的话，找个十来条让你自己挑。啊，那种偏菜。我跟你说，翡翠一般它就不能突破皮，然后它一般是和田玉就不突破皮，就是这一批，然后你自己备注你的圈口就行，然后就便宜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跟批发价一样，你那单口那肯定了，那跟个人定制一个感觉，嗯、是不是？是。我们说一下手套。好呀。那你这双手套，嗯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它戴上以后的舒适感，你先讲一讲。你戴上，你感觉它是里面你的手对你跟你的手型，嗯，有没有修饰？有啊，会显得手更加修长一些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咖啡色不一定，这应该是算红棕色。对，而且这个内衬里面就是也很舒服。对啊，它里面是这种带你这种是什么？嗯啊，这个是针织的这种。对，还有一些是带那种短毛的，就上次我们还看。我感觉这个的话就类似于那种毛衣。对，这个只有针织的，嗯、这个是针织的。手戴在里面很舒服。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双手套，它里面。你咋一拍这个姿势？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皮子啊，就像你的。手一样，你经常要保养一下，是，你给它抹点油，尤其是冬天，是不是？嗯，它也是很脆弱的，跟你的皮肤是一样的。你手经常洗也会搓呀、啊，你这个要经常抹点护手霜给它，我说，嗯，保养才能戴的时间长，不然这个冬天一冷，再加上一热，我的天哪，皮子就不好了呀，它的弹性就会。减少它的寿命时间，感觉这个皮子外面摸起来啊，就跟摸婴儿的皮肤一样，对，特别软，特别嫩。那小羊皮不是白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但是你看它在自然光下的这种光泽感，是红棕色的，是不是？看着特别舒服，红棕色又接近一点巧克力色，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。特别舒服，别看戴的时间久，上面皱皱的，但是你手一撑的话，什么纹都没有。对啊，而且它里面这也是那个啥，带羊绒的，嗯，特别保暖性特别好。对，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普通手套哦，它是很有质感的哦。如果它这里面是单层的话，你就戴起来会有那种手的骨感，嗯，就是和你的手很贴合。你看这个稍微带点棉，它又不是很显。是，上次我们戴那一双，就是这不同，每一个都很显。嗯呀，特别好看。好皮子是你用手能摸得出来的。那你也得保养呀。是你不保养它，你也戴不了几次了。而且这个最好不要进水。嗯，进水它对皮子的伤害还是比较。